日本男星长濑智也，曾经是风魔万千少女的偶像，后生的他总有男神级别的靓样，但是他在2021年3月约满 Johnny 事务所之后，就全面淡出演艺圈，过着平淡的生活，在过去两年几乎没有公开露面。日前他就在网上上了最新的自拍相，见到他满面都是白胡须，露出灿烂笑容的他竟然有成面的皱纹，和昔日男神的形象很不同，不少网民都说完全认不出眼前这个大叔。